美国终极格斗冠军赛 MMA 独家首映。拉斯维加斯最近热到爆，不过美国终极格斗赛会让赌城更嗨，因为席尔瓦对上韦德曼的中量级冠军赛就要开打喽。蜘蛛人席尔瓦在这七年以来维持16场格斗赛全胜纪录，包括10场冠军赛。他的重击威力可说无人能敌呀。美国白人界的格斗强手韦德曼，过去5场格斗赛未曾输过，他的摔跤和擒拿术凶厉害呀。有人认为韦德曼这次可以让席尔瓦认输，但也有人认为凭着高超的格斗技巧，席尔瓦肯定会继续蝉联冠军。结局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你觉得谁会打赢这次的美国终极格斗冠军赛呢？快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。Follow us on Tumblr.